袂歹哦。哎，我比你大，你脸大。水哦，阿亮较水哦。今天就是露营的大乱斗，陈虎王先生竟然全部都摸过好几轮了，夸张哎。我找回他知道吗？他说他从十岁就开始露营。对啊，你注意看哈，何王哥很喜欢戴这个，这个是代表什么？红红军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从小学就开始玩。我控制不了他们，我一直还要喊耍，他们一直各聊各的，完全不尊重主持人。我来 DIY， 让你削的，削他吗？削，然后你要把它放到这里面去。真的可以削哦？真的，反正是要这样削的啊。然后这个在。你也太大只了，然后把它锁起来，这样子。煎牛排，对，这边应该有螺丝。煎牛排，这油就不会喷到你啊。我刚刚心里就在想，这应该是铲子吧？披萨，烤披萨，对，那是烤披萨，他家都可以烤了。烤披萨，哦，这个炒饭煮汤什么炒什么？哎，不是，我们黄哥是一个阿钢杯，他一个钢杯跑一下，我不骗你啊，一个钢杯什么都抵，什么都可以用。可是我们今天这只是一花的刚开始，你看看这一台 Austin Mini， 1960年的英国来的老 Mini， 它有英国人弄坏的地方。作用哦，右前灯那个也是谁撞的？对，右前灯，对，右前，那都不是我，英国人弄伤的，但是买到台湾就是不动它，那是这种感情的记忆。这个是法郎的，对。哎呦，法郎的，复刻版的。你为什么刚刚节目不讲啊？好，没事。然后后面给你一些梗，给我们一些梗，法郎的。好，这老品不是我的调，我应该就是最入门的那种。直接就一分钟就把它架好，然后就上去就可以睡觉，不用跟老公吵架了，对不对？这些和黄大哥都玩过，你玩车你知道好奇怪哦，可是他真的在上面睡过哎，好高哎。对啊，因为就是尤其喜欢去野外的话，最喜欢用的是车顶帐。对，因为一般的 4x4 其实车内的空间就没有很大，你顶多坐四个人的空间，但是要露营真的要睡觉的话，还是这个最实用。我刚刚上去，我觉得它太高，可是何王大哥说他的车更高，对，其实 OK 啦，照睡的。然后这个人被堵到了，这个人被堵到了，撞了，他已经撞了，而且是国产的，我有点想，台湾他有点想买，对，这些都还不够堵。台湾第一台我们开箱的是 California 的 California Ocean。因为上次我们 T1 到 T6 不是都介绍了吗？那听到名字就海洋。那听到 T6 有什么了不起？海洋没出关，还没出关。到底有什么了不起？就不过就多了一个橱柜而已啊，就要贵100万嘛，不是？医疗级床垫啊，医疗级床垫，必须也有啦，必须也有啦。然后我们就看它的细节，然后重点是原厂的标配。有这个秘密的东西在这里，这里面装什么呢？看节目就知道。还有门里面装什么？门的内侧，靠着边上有秘密的给信。而且这里有暖气系统，对，它可以供暖哦，可以供暖。而且我们露营整个过程灯都给它开着，就是要给它弄到没电，结果它还是有电。对，因为它电池超大，它电池超大颗，对。然后今天开到现场，哎，何王大哥，这种你会想玩这种吗？你还有？何王大哥手上也有这样的露营车，对吧？对，这个是福特的。哦，福特的露营车。Transit， 全顺，它是原厂的，它也做成露营车的样子，也是个 Safari 啊。对，但是今天现场还有一个还没来的，那也是超级大坑，就是一台 Airstream， 1940几年代，不知道47还是48，或是42、48，1948的老，也是老品，从美国。的那个收藏家或者是玩家手上硬抢过来，真的用抢的哦，要买他想一想又不卖，然后想一想又想卖，然后就欲拒还迎的跟你纠缠了多久？7年前后，7年才买到他，7年都养了，睡上去有养吗？不会，但是开着 Airstream， 然后在美国的沙漠露营是什么感觉？外面都是野狼哦，那是什么感觉呢？晚上这一群人是很疯狂的，11点记得打开电视。接下来周末我们就预约一下，一起去露营喽。武器见。